我是黄雨玲，我是许博昂。每一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仰望的背影，当这个背影逝去后，我们该如何自处？两位老师教会了我们如何用爱面对生离死别。已故剧场大师李国修和大陆京剧一级演员常贵祥灌注博优作现代剧场与传统京剧的无限养分，新作品告诉你一段如诗亦如赋的故事。老师给我最多的影响应该是如何当个好团长，因为博优作的剧名其实是他送的。常老师呢，其实又很有趣的，就是他对我们很多的请教上面都是去做，先去试吧。挺好玩的。异想世界专访许博昂、黄雨玲，看见传统京剧与当代剧场的精彩融合。7月29号下午5:30、晚上10:30，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